好，下一套啦，下一套嘅係穿到好似妓女，哎唔係係穿到好似巫女啊。唔係，我覺得個女主角好煩，好煩，好唔鍾意女主角囉，就叫真田十勇士，或者叫總工大人的十位後宮。哇，好難明喎、啊、你咁樣講。咩總工大人啊？總工大人當然係講呢個雨橋嘅叔啊，咁啦。即係呢個真田仁川啦、啊。真田十勇士啊，我哋講緊下。咁成我哋新番咁講啦，睇呢個啊、總工大人就要收收嚟十位門徒，可以講得呢個十位徒弟咁樣。嗰度啱嘅，十位門徒後宮、有男有女。係咁嘅，又係咁。故事其實開頭就淨係得幾個啫，咁當然就係由啊。如果故事開頭齊咗，咁要故事就嚟做咩咧？係啊，唔係點樣開始？佢要集友嘛。集咩友啊？佢攻略，佢攻略。佢好似冇乜點攻略噶喎、啊。有啊，佢隨便講兩句咧，就會睡得成功，跟溝咗條仔翻嚟。啊，唔係，一溝咗老公翻嚟就係、是。佢一開頭已經有佢嗰、那個係咪叫跟班啊？個小六啊嘛，小六啊，阿神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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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正妻，係正妻，正妻。二妻三妻之餘，即係推落去，如此類推啊，真係。我唔尖答你，係嘅，正式咁講啦，咁就係、是、正經啲講下啦。故事其實就係應該話，只一次我哋新翻嗰度半撞啦，攻入城啦，就諗住係想搶女，啊唔係想搶個機運，但係搶唔到。奇運唔係機運，差唔多啦，係冇理想。咁搶唔到啦，咁當然呢個時候就開始有個問題啦。咁嘅奇運係咩嚟嘅呢？啊，奇運啊，運到friend。阿伊莎男兒是怎樣的呢？咁好似巫女啊嘛，巫女喎、啊，係咪？係妓女。咩女啊？妓女啊！你睇下佢每一畫面啦、啊，一個神死咁大間，得一個神主劇得巫女嚟嘅，咁嗰間嘢咩嚟嘅咧？哇！嗰間係咩啊？女校咯，後宮咯、啊，衰死咗咯，神主必須死，真係衰死咗啦。咁其實係啦，咁中年開始又講下查真相，咁呢個合理嘅，就咁大家翻去出雲神就查啲咩，然後就開始係。咁當然啦，路上就嚇大家牽就唔知有個基佬咗嚟啦，啊唔係基佬啊，真女主角出場啦，當然就係真女主角啊，基佬。阿蓮之解啦，真女主角對啊，財藏一見鍾情，於是就大家勾上咗就。冇啊，阿財藏仍然都係避開佢嘅。啊，好開心啊！哎呀，你下次玩啲刺激啲嘢啦，幾開心啊！跟住蓮之解女主角啦，對啊，有嘅啦。跟住就大家就喺。但其實未知界即係紅頭髮，仲會封封啊，封死嗰個係封嗰個，封死嗰個。咁但係去到速雲洗之後，其實開始其實因為啲問題亂咗嘅就係正宗出場，正宗後溝捉咗阿伊莎拉咪。但問題我其實開頭搞亂咗少少嘅，以為阿正宗其實就係阿半藏後面嗰個幕後勢力嘅就係、是。一開始冇講嘅。有嘅，大家都對付，大家都諗住捉阿伊莎拉咪，即係對佢頭上嗰個髮色有興趣啦。咁就我懷疑就兩個係一批人啦，仲有半截。故事後面發覺原來唔係同一班人嚟嘅，就拗曬大家都。應該有三勢力㗎嘛？三個勢力。第三勢力嚟嘅，跟故事嚟講。不過其實最好笑啊！阿正宗講：，哼，我呢個城咩啊？以咁樣 level， 冇人入到嚟嘅。好搞笑喎、啊、嗰、那個位咩再捉張捆綁兩手鎖住佢嘛我呢個盔甲綁盔甲甲綁放心啦我呢個保安咁嚴格冇睇嘅唔係最好笑係佢話嗰班忍者仲要喺度話又話捉返嚟有個咩好大嘅巫女定係咩都唔係呀呢個捉返嚟嗰個忍者先捉咗阿娜咁樣咪好笑嗰啲位最阿娜特都咪捉先捉到嗰位都捉唔到都係跟住就見到所以話所其實都懷疑呢其實上一新花我講過嘅點解啲友仔又話咩新年守護咁勁點解俾人逼半藏入嚟殺到你呢巴仔係攻城厲害但係守城係低能嘅係。人點會攻城厲害呢即係打人哋好犀利但係啲防守守唔到嘅就係、是。Kakesa 你話揸火槍又話攻城厲害啫你好難理解一個操控啲貓貓狗狗嘅人點解攻城厲害算啦 Kakesa 呢啲就算後尾嗰個啊死水鞋都係廢嘅即係一片日本武士或者忍者可以亂刀打槍打勁有超人嚟支持下槍啊火啲係廢嘅其實都係你見到後面係嘅其實咁唔係你始終有幾勁咁都會有弱點嘅你又唔可以當佢超人咁㗎嘛唔係其實呢套嘢係一個雖然表面上一個婦女番、但其實一個好正宗嘅婦女番嚟嘅原來我以為是戰鬥番嚟喎，唔係佢係一個骨子入面好正宗嘅少年漫嚟嘅，敵人係非常之強，嘴炮非常之厲害，但一個鏡頭之下，我你講敵人嘅強，強就嘴炮定強就實力先？佢話係你兩個連埋一齊啊嘛，嘴炮有神咯，總之開頭出場好鬼死勁，
即係即係開頭主角群眾志成城、嗯、友誼萬歲之下就大逆轉一招搞你哋就係。唔知不如嚟唱歌咁嘅。係啊。不過咧，我睇到最尾，我以為有一集咧睇緊黑執事。係啊，好好笑啊，好好笑啊，好似嘅幻覺。咩啊？呢啲係真女主角啊！我以為我以為睇緊呢個就係、是、呢、這個就係交嘅地方。嗱、啊，咁就咁嘅，就係、是、啊。服務伴奏嗰啲班友仔有個識用秘術，五個幻覺啦，妖術啦，佢可以用半集時間去迷惑等阿蓮之教，咁就得唔好嘅一刀嘅係。跟住又喺度浸下玫瑰花浴啊，又如果係我腿骨都算啦，搞到咁鬼真係公主咁啊！即係你見啲敵人咧，好似好勁，但其實做咗腦殘，你都係。同埋即係我都覺得佢臨尾呢，即係嗱開頭最尾即係尾二個集呢，咪講到佢哋十個都即係俾人打到打到下打到就係死咁呢，但係唔知點解臨尾個集真係好快脆就 KO 返曬嗰幾少年版嘅定律囉真係主角喺友情熱血原來真係會勝利㗎囉。咁變咗我又覺得有少少即係有少少膠囉，即係臨尾呢度睇有少少啦，同埋即係見到 OP 好雲偉十一用時呢英勇力盡二一擋不敗，唔係我都明白，但個乒乓佢哋成集咪好似冇乜打伏曬，好似冇乜打個雜兵㗎，其實佢打咪仆曬嘛，除咗 OP 之外係啊，嗱你要知道除咗 OP 之外佢哋打過雜兵嘅係佢哋嚟京城打德川啲雜兵追嗰陣啦，追曬個德頭，基本上打雜兵嘅次數係三次左右以下啫嘛，係啊，所以唔知做乜嘢。佢其實就係呢十幾集就係講佢點樣收人啫嘛，其實就係總攻大人每下經一點樣收人，收完曬收咗十集之後先開始打嘅啫嘛，你見到係咁個過程好騎呢，你唔好話阿財長其實跟住二三啦咪俾退拖住走唔到嘅啫，但有啲好似就算阿船長又好，其實呢好似係街度遇到嘅船長要大空女咋嘛，係呀，咁另外嗰個大空女走咗喎，背叛走咗喇喎，唔係後咪電佢所以後咪咪冇事啦，返去啦電完佢之後我點知佢返嚟先，如果佢背叛走咗之後佢唔返嚟咁，你睇下船長咁嘅隔樣，你已經估到佢係對自己命非常之有信心嘅一位浪子啦，大佬如果係男人不壞女人不壞，佢當然好有自信啦，仲有阿正太小朋友呢是不是在條街行下行下咁就收咗佢啦。有問題嘅我唔知你一細路有咁高嘅技術整火藥啦，呢個我唔知邊學返嚟搭嚟。幫幫彈豬人。咁邊度有錢買火藥返嚟呀大佬。喂你唔俾人哋本身有錢嘅咩，你唔俾人哋本身有錢嘅你點知啫。唔係佢係個孤兒嚟㗎。孤兒都可以有錢㗎嘛。欺他孤兒啊寡婦。哇算啦，喺一堆超能力橫行嘅世界之下。唔係超能力嘅都。哇又放火又放二能啦，是不是二能啊，那些叫。不過每一個都擁有一種力量。其實我都不太明白他會發到電的，他後面不是駁住個電塔的。他又不說喎，他又沒有解釋到。但其實他養了一隻比卡超。喂看過漫畫的有沒有解釋啊，超能力。是咯。什麼超能力啊，他們每但他們十個人都會有人一種的力量的嘛。風啊電啊那些好像阿六郎又對眼又可以。眼射的眼是不是射輪眼來的。射輪眼來的。射輪眼。應該說過目不忘他那隻眼是。可以做 data, 是不是 data 來的。他 copy 你的記憶做什麼收集 data。他已經超越了過目不忘了我覺得。同埋是不是是水的。他沒有解釋的沒有解釋的。沒有解釋。神秘能力之下冇所謂啦，呢啲有咩叫神秘啫？起碼叫自然元素啊！你睇甲殼引發碟嗰啲，都唔知咩怪獸嚟嗰啲，肯定係。我覺得就係我諗係阿財嗰班應該係 Marvel vs Capcom vs 甲殼引發碟，一定甲殼班有贏曬，大佬。我諗除咗阿財藏係咪？財藏財藏啦，嗰把刀係比較即係正常少少咯。嗰把叫正常少少，佢把刀識發，佢把刀識發光，好似入咗電芯咁喎。咁佢係光㗎嘛，佢嗰個力量係。拉西巴。咩啊？最好笑佢同阿半藏最尾打啊！佢成集唔用必殺技喎，係半藏自己兩隻必殺技喎，係。勁交話啲必殺技飛刀仔嚟。佢冇用嘅，佢啲必殺技對啊邊個冇用嘅？你冇人打人跟住攞把散彈亂咁肥喎。唔係必殺技係咬開把劍上面布。必殺技咬開。唔係咬開。撕開啲布嘅有出啲。即係佢必殺技對雞仔用喎，你咁講喎。即係係囉，但佢唔用喎，好神奇喎係。跟住最加就半座搞到咁勁波士一下就死咗就。跟住嘩有個窿爛入去先跟死咗。唔係啊，你唔秒佢唔知點樣收科喎，係好佢咁勁。唔關事，你嘥咗一季時間之後咁勁嘅半座咁勁嘅波出嚟。一嚇死咗喎，咩事啊大佬？
你自己跳去自殺嗰陣好笑啊！但你要知佢係佢係英姐下雲嚟噶嘛？關於頭乜事？之後你睇路路收蘭索都係唔知點解咁樣輸噶啦，好多時候都係。即係你咁你搞到咁勁嘅角色，阿半阿財都打唔贏，哎呀點算咧？單調啦，佢係自己走去自殺嘅係。佢咪走去自殺？我寧願佢真係斷咗手臂，可能逃走咗下跪地，再一齊再打過都好啊，大佬都被刀啊都。被刀。係啊，你咁就死咗下跪點啊？下跪有嗰個咁嘅勁嘅出嚟咯。應該下跪冇。但你問題見到阿、啊。見到另一機幫阿白頭嗰個叫咩名啊？我記得添。邊個叫白頭？邊個白頭啊？十勇士之一啊？唔係啊，嗰個乜鬼啊？伊達啊嘛。啊伊達咯。伊達正哥。伊達咧冇見底都冇可能有財在阿半半狀咁勁啦，大佬。佢做後衞 boss 我唔信咯，即係佢冇咁嘅威勢啊，大佬。佢只係自蝦友嚟啫嘛。係咯，你冇一個咁勁嘅 boss 點做下季啊，大佬？你後衞 boss 發展唔到啊 ，boss 揾翻得穿咪得咯，睇佢頭髮甩咗咁，一定知佢 boss 嘅啦。做咩啫？我唔知有咩唔好笑啫。真系，家有一老如一宝嘛，五大佬嚟噶人哋。咁其实头先系头先个问题啦，点解我会开头会怀疑，即系搞错咗阿富半藏同埋阿边个边个？伊达正，伊达系伊达系一家人啦，一对，应该系故事。我都初头以为佢哋系系应该犯咗类似变咗做好似魔剑嘅问题。一季入面塞兩個或三個以上嘅組織落去，但其實你第一季其實講唔到咁嘅組織嘅，因為冇出場，我覺得係索性係。係啊，因為我覺得冇乜作為喎，伊達出嚟就哈哈哈哈，我呢個城堡係收你心意嘅，咁你冇見實點解就哈哈，我同你比下劍，跟住又俾人老化咗啦，又跟住又唔知做乜嘅真係。佢又唔係表劍嘅，個人哋攞把線嚟擋啫，佢出嚟搞笑嘅啫。係咯，即係可以係佢想同人隔劍，但人哋唔蘇佢。人哋揾啲軟淋淋嘅擋住佢就算啦。係咯，即係你見到其實佢出嚟其實冇咩特別意思。佢真係冇乜意思。佢出嚟有意思喎，大家。佢多過配對啫係嘛？咩配對啊？哦哦哦哦，人哋攻喎，唔受喎。咁嗰個係受咧可能。出谷出隻眼，幾服侍貼到陪喺身邊啊！即係跟住揸緊佢個玉手。係咯。成嘢貼住唔肯走喎、啊，大佬。諗咩都係喎。你已經心有所屬啦，點攻佢？叉叉佢嘅纖腰咁啊！從後面兜過去，唔知道發生咗啲咩事。就係所以話呢套嘢咧，表面係父女向滿足父女受元素，但骨子一個少年漫嘅番組，滿足曬所有男性體。我開始懷疑點解你可以講到針嘅嗰陣？其實針係咪一套父女番嚟？佢乜嘢都可以講。其實佢唔係白傳寫出嘅，其實係。不過呢其實即我看這一套、整體來說除了他臨尾是少少膠之外呢還有我不是那麼喜歡女主角之外呢我自己都接受到的這套一直都是這麼膠但他這麼多角色會不會是每一集出一個角色新的他就差不多、哦、那應該沒什麼劇情的不是他上一集一個角色一個勇士都唱好鬼死勁下一集他被人打面見曬呢冇會即刻係佢就係臨尾先至有少少嘅劇情囉可以咁講。有劇情啫唔係佢臨尾佢服到最尾先講點解阿總工大人要搵十勇士返嚟十個勇士各有不同嘅屬性對應、嗯、但最奇怪就係我唔明白有屬性對應我唔明白點解阿竹先生會係金啊係囉金啊係囉有錢啊係啊佢用槍喎哇錢要錢㗎大佬。你想有名㗎。火藥可以係金㗎火藥可以係金㗎。唔係呀你要買你要錢嚟買。火屬性喎都係。你要錢嚟買支彈㗎嘛。啊係喎興隆。咪金囉。喂咁你咁講唔得喎乜嘢都係金㗎喎。好金喎。唔係呀。李嘉誠屬金咁。唔係啱喎。嗱大家。唔係你諗下忍者嗰個呢咪咩原狀原座財座財座唔係唔係用呢咩禽獸嗰個禽獸佬嗰啲左座啊嗰啲用錢買咩大佬左座喂合理喎、啊、你記得呢佢哋話同嗱呢個問題我答到你嗱你可以呢去呢個旺角呢寵物界可以執到啦亦都可以去嗰啲乜兔協果子嚟有冇得賣協會啊又可以唔使錢又執到獅子有冇得賣你想食的話上上面呢過咗勞橋呢又有果子嚟食老虎有冇得賣老虎又冇得啦你去南非自己打獵啦我有個合理記得證明到你說的對你知合理不好合理不是聽下去他中段他和伊莎娜美亞財藏是三個一起回去出雲神社找食的你看到兩個輕伊莎娜美最輕的就是最近露體服得的了跟著財藏拿把刀拿把刀的阿竹先生左一代右一代腰一包不是他猜輸了我覺得不是啊他彈藥來的紙才金啊你有沒有打開過來看你肯定是彈藥來的
啲道具嗱装晒子弹啊，啲散弹啊、扩散啊、爆炸连子弹都装晒，就系咁解。仲唔系金？咁肯定系金啦，完全冇问题。啊，真系。咁呢个系有少少牵强嘅。佢要开后宫，要有钱嚟，要财团 support 噶嘛。人哋打咗把刀走人，佢又枪又弹啦，佢最屘嗰集系攞把劲嘅，高弹高嘅几多钱嚟过咗产，不过我觉得冇乜。啲扩散弹嚟喎。起码啲嘅知啊。但我觉得佢呢个力量比较弱少少咯。都话落呢个真系。一堆超能力忍者前面，飞刀子弹伤唔到，你出屁用啊？佢仲要支枪挛咗，即系喊晒。杀你杀！唔系啊，男人最痛啊嘛，得不具了。唔系挛咗啫，冇话不具。挛咗就唔系啊。我嗰集真系笑。照举啊，向下嘅。嗰集真系笑。向下唔系举啦，系嘛？消沉咗几耐啊？我嗰集真系笑晒咯，直接睇完。呢个即系其实浪子哥哥，即系其实呢度唔系男人嘅青春之后，终于翻嚟啦。唔系妇女翻，唔系战斗翻，笑翻嚟。好多地方好笑呢套嘢，即系公主集，公主做成半集都已经好笑啦，真系。佢做完未？得事啊！佢做完未啊？完咗啦，完咗啦，一季完。第一下季可能真系做正宗嗰边。唔系啊嘛，仲有。仲有下季咩？仲一冇啊！佢慢慢未完。即系佢德川家康打完噶咯。未得穿胶，都未喐手，佢根本都冇讲。阿陈生成呢位靓仔出嚟话，最尾都未对付，最尾先好似话想打关员咁啫嘛。系咯，好似啫，都未喐手，真系。因为佢其实呢集主要系对付嗰个半藏啫嘛，半藏。半藏其实如果系咪跟战国史系德川家康下边噶？系啊，佢好似德川嗰边嘅。半藏系，所以我以为德川家康打完啫。但系其实半藏系个名嚟嘅啫，半藏系任何人都可以叫，即系继承落去嘅名号嚟噶嘛。系咯。咦，咁即系通下季会有一个半藏走出嚟？哈哈，你杀咗半藏，俾我赢好多噶咋？仲有千千万万嘅半藏，孖生细佬啊！即系八人吕布咁样系嘛？可能孖生细佬。你又叫吕布？咁啊系。跟住就话靠，仲要杀多次啊！收入后宫咪得咯。又嚟过。好简单啫，最尾 boss 打唔赢咧，伊莎拉面。又嚟个黑球，整个黑球啦又。我入去搵佢翻嚟先，翻得出嚟，咁咪得咯。又整個黑球出嚟咯，吸最簡單呢個嘢睇第二季，大住嚟嘅真係。第二季我又真係冇諗過佢會有第二季咁多。如果出有冇人睇？大家跳個石裂三成，又跳個啊直角劍道出嚟啊！第二季喎，大佬揾個咁出嚟賣 BL， 六川光純做乜鬼啫？第二季啊嘛。六川光又唔係賣 BL， 出的假係喎，六川光喎。咁咪係咯，如果請個朋友翻嚟做三打五曬。你諗下佢當年出金燈樣有幾大爆炸力啊！出第二季咯就係你諗下佢同啊佢哋喺班友仔喺度打 GVG， 哇幾多婦女尖叫啊！仲有三木真一郎喎。咁啊係咯，仲唔係 BL？ BL 爆炸咁樣就可以話。系咯。一個長髮毒舌，一個少少正太樣咁樣講個計咁樣，瘦瘦地樣咁樣，簡直係。瘦瘦地啫。瘦瘦地樣咯。見得成都係公㗎啦，你搞錯曬。唔係，基本上成套我都覺得。即係不過佢啲畫幾好嘅，咁佢又嗰啲人設嗰啲都畫得幾靚。除咗最尾嗰幾集就穩定地奔之外，喂咁打戲咁合理過有，咁都有啲人趴到唔喐又唔點解啦，馬元趴成坐喺度。如果都講笑，你已經死咗啦，我哋繼承你嘅意志。冇啊，諗起咪 KO 曬。不鬥之拳咩？你已經死咗。唔係咯。咁算啦，如果呢套嘢。即係你期待第二季啦，係咪？期待咁多婦女性婦女。吸引婦女嘅元素喺度，我唔信冇第二季咯，真係。笑翻咯。隨時可以變唱歌得噶，主角陳年都唱歌得噶，真係。你講緊另一套啊？嗰個七月啦，唔該。好，咁就有咩補充大家？冇啦，下一套啦，下套啦。咁就有咩補充大家？冇啦，下一套啦，下套啦。咁就有咩補充大家？冇啦，下一套啦。